多謝嚟講大家嚇。好啦，啊敬體者，我哋推動的士發展聯會係一個嶄新嘅的士組織，係一班專業嘅的士營運者嚟組成嘅。喺呢次團結嘅力量咧，希望能發揮到我哋業內嘅優化的士服務。我哋嘅特別呢個成員咧，推動的士發展成員啦，包括咗咩咧？由車主啦、司機同埋而家嘅打理人嘅，從我哋的士嘅行業咧，大家管理緊咧，而家係大家5000多部嘅的士，佔市場咧超過1/3嘅啦。咁啊，建基嘅目的係提升我哋咧，係改善我哋的士司機嘅服務質素嘅，帶動的士業與時並進，希望以科技嘅嶄新融入，達到監管個人同埋駕駛嘅操守，提升咧我哋服務質素，降低投訴嘅糾紛，同埋減低社會上嘅矛盾嘅。咁 Uber 同的士個營運模式係非常相似嘅，不同嘅係咩咧？我哋的士行業係依據法治嚟為產生嘅，依據正當嘅行為營運嘅的士係正當職業，司機要考牌先可以揸嘅。Uber 係咩咧？冇買第三保險，司機又冇出車嘅許可證，根本就係違法嘅，不斷罔顧法紀，蠶食我哋的士業界嘅利益。現時呢個係偷雞摸狗嘅行為嚟嘅，在任何情況下，對於運輸提供商提供嘅運輸服務，或係運輸提供商方面嘅任何行動咧、舉措、行為舉止，都疏忽相關，因此產生嘅任何責任 ，Uber 咧係一概不負責任嘅呢樣嘢。於是 Uber 不斷擴大，營商嘅人咧只顧指私利，鼓勵更多年輕人罔顧法紀去做 Uber 司機，有違良心嘅事實同埋令人遺憾嘅。所以營商咧係均受要法律個規則嘅，良心營商不破壞法律法治，罔顧他人嘅利益，呢啲行為就如同打家劫舍，違反社會道德，為著去賺取眼前嘅利益，罔顧一切，令到年青一代認同 Uber 係無法無天嘅營運手法，為年青一代嘅樹立一個極壞嘅榜樣。咁我哋本會咧呢次係嚴肅處理，希望 Uber 回頭是岸。好啦，我哋再強烈講多幾個口號，就俾你接信啦嘛。好，強烈抗議！強烈抗議 ！Uber 違法 ！Uber 違法！打擊 Uber！ 打擊 Uber！ 警方執法！警方執法！咁我哋而家去 Uber 嗰個麥地咗啦，去一齊。啊，等門口等。等陣嗰度啊，應該得唔得？誒，我企喺度邊啊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。可以走翻個位，走翻個位啊！可以啊。你過嚟，入嚟啦，今日嚟啦。緊要啊！我哋冇時間，冇問題。即係嗱，講一句，我哋真係實在你要埋，我哋真係我希望你哋能夠真係做到咧，香港法律依法依法做嘅嘢。實在我哋要埋而家咧，喺你嘅市面上係真見我哋兩個幾多好多你哋嘅車仔，咁我希望有條生路，你哋將來點啊行就好。